田亮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并且先后带着女儿和儿子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两个孩子也因为这个节目圈了很多的粉丝。森蝶现在已经10岁了，也长大了。森蝶很喜欢运动，打网球的森蝶就好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很美。现在的她化身成为了运动美少女，很阳光。8月15日，田亮一家现身机场，森蝶甜美风亮相机场，与妈妈牵手 PK 长腿，已经长成活力少女的模样。田亮推着全家行李，不忘照看小亮仔，爸爸力十足。田亮一家现身机场，森蝶与妈妈牵手 PK 美腿，已经长成活力少女模样。经常会看到田亮晒森蝶的照片，也是一个宠女狂魔了。才10岁的森蝶大长腿就很抢镜了，并且森蝶也是从小美到大的呢。最重要的是继承了田亮的运动天分，能量似乎永远都用不完一样，永远都在奔跑着，也被大家叫做像风一样的女子。